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新玩具，我们把玩具拿出来吧。这辆是兔小姐的直升飞机，我们再把兔小姐拿出来。这是兔小姐，兔小姐是直升飞机的机长。我们让兔小姐来驾驶这辆直升飞机吧。我们再让 Emily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。Emily 回到家了，我们让她下飞机吧。我们让 Emily 上床休息一下。这是小猪乔治，我们让乔治坐飞机回家吧。乔治回到家了，我们让他下飞机吧。